最近在教室出现一些怪声，是吧？远看来以为这些人在吹石头哎，你看一下。请问这位大神，这石头哪里买的？这是陶笛啊。好 ，OK， 你们是统一购买的，是不是？这是我姐姐的。你姐姐的啊？吹一下，我们现在吹哪一首？他比较这个难。哦，你要吹这首呀，比较难的呀。对。这是什么？你哭起来真好看。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好，来吹一次，来。他会吹啊。他会吹而已啊，那你先吹这一首来。崔姐闹哄，有冇听无呢？啊，继续继续。厉害你啊！未使胡乐，胡乐个闹哄，来继续。个加速啊！快啊，很快啊！哪里？哪里？这里。哪里？哪一段加速？这一段要加速呀？对。好好，来加速给我看，来。哎呦，不错哦。那这挺起来的呀。袂歹哦，吹完了呀，吹完了，吹完还不知道呢。果然是专业的外行。那我问一下这位同学，你这样子练多久了？不知道，有没有练超过一年？有呀，就是从不会到会，大概就是你练了在一年左右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那 OK 啊，那以后同学可以多练习这些小小的乐器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来，另外呢，这两位。那、啊、你是要吹哪一首？来吹来听听。这是什么？这首是什么？那叫跑步呀。散步。散步来开始。哎呦，不错嘞。嗯。哎，这两个一起吹哦，很这感觉比较不一样。已经散步到他们家前面的水果塘了。啊，摔下去了！你练多久？你们练这个都练到失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半年？没有，没有半年。哦，那这样子也不错啊，很快啊。那现在应该学得很快了啊。各位同学有机会可以去学学看了哈。然后你呢？你会哪一段？来吹吹看啊。这位同学要吹小星星呀、啊，你确定要吹小星星？我们这里有大星星的。啊，有没有？哎，对，没有大星星这首歌，你去找一个主题曲来好了。好，来开始。啊，熟悉的旋律哈。这还有伴舞的，没有看过这么难看的伴舞吧？你是在伴舞小星星是不是？来，大星星配合一下你们。你学多久？跟他一样。他说他学到失忆，你也跟他一样。啊，学有半年，没有半年的。OK OK， 那不错啦。其实各位可以真的可以学一下这个不错的陶笛，还蛮好。所以听起来蛮好听的，有没有？大猩猩好不好听？不好听。大猩猩的比较不好听的。我家里有陶笛。啊，你有没有？他们的不一样。那、啊、你有没有学一下？啊，没有，因为被吹坏的、啊。陶笛太久没有用了，里面超级无敌大。谁嘀嘟西亚的对吧？连吹都不能吹，连吹都会断音。对。好了，去唱歌，去唱歌，好了。
陶笛是还蛮不错的一个乐器啦，各位有机会可以玩玩看啊。